两个现代人在修仙世界相遇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者？哥哥，把它拴起来给我当宠物吧。小女娃，小小年纪怎么如此歹毒？小子，你是哪个工地的？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工地上翻过砖？你这不是顶着安全帽吗？怎么，你要到我工地找我麻烦？这样，你放了我，等回到蓝星，我保你做个工头。像你这种临时工，最多搬搬水泥沙浆，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？真的假的？一天管几顿饭？一天至少四顿饭，顿顿猪头肉。别怀疑我，一二三四五六间我都有亲戚。哥哥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猪头肉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快让你哥哥放了我，小爷我请你吃麻辣烫。什么是麻辣烫？你他妈把我当傻子呢？蓝星会不会再去还是个未知数，再说了我也不想回去。不回去行啊，这方修仙世界我熟，你我强强联手定能称霸宇宙。称霸就算了，我只想在这滚滚红尘中做一个普通的凡人。那你更应该放了我，我可以带你去玩，去这世间最好玩的地方。哪里最好玩？那无疑就是混沌谷地。混沌谷地？小肥猪，你知道怎么去混沌地吗？别叫我小肥猪，叫我简爷。小肥猪快说。老铁，能不能先放我下来，顺便给我止个血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你又不是人，你是猪，快点带路。混沌谷地内，朱大彪一行人来到了东丘宫。仙域的九大巨族在东丘宫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呀。东丘宫是混沌地的顶尖势力，就连负责看门的弟子至少是一位仙王。你们整天仙呀神呀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神仙能被我一枪撂倒？老铁，很正常，我刚到这方世界也不敢相信会有神仙，你能一枪撂倒神仙是因为你自身系统的加持。这么牛逼？哎，同人不同命。你不是猪吗？不行，回头你得帮我弄一把王八盒子，我虽然有不死之身，但没什么攻击力。把事办好了，自然少不了你好处。小妹妹，你确定魂魄就在里面？是的，我感应到了，就在里面。老铁，你干嘛呢？直接打进去。用点智商好不好？能撂倒几个仙王不代表你在这方世界无敌，而且对方来个鱼死网破，把小妹妹的魂魄捏爆怎么办？小肥猪说的及时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今天是东丘宫收徒的日子，以小妹妹的仙姿倒是可以去试试考核，等混进东丘宫，我们里应外合寻回魂魄，再顺手帮他们宝库减减肥，一举两得，非常完美呢。敲响混沌钟，是你们的考核内容。响一声即可进我东丘宫外门，响两声可进入内门，响三声直接成为各宫首席弟子，将重点栽培。若是响十声又会怎么样？响十声？想屁吃呢？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，但不要想得太大。东丘宫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十声的例子，东丘宫历代的公主最多也不过五声。让我来试试。三声，天哪，仙之天骄也不为过。一个普通的仙，他来这里干嘛？莫不是想哗众取宠？好强的反噬，我根本敲不响。西，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你是最棒的。随着朱大彪话音刚落，西感觉一道道神光落入体内，瞬间抵消混沌中的反噬。这是神之祝福吗？是哥哥在祝福我吗？老铁，你这是什么骚操作？言出法随，大道祝福。什么是言出法随？来来来，你快快祝福我一个，祝我简长久无敌于天下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什么？他竟然敲响了五声？这怎么可能？八声？这不会还要继续吧？哪里来的先知妖孽？什么？十声？这样的天赋与潜能得变态成什么样子？有望成为道祖级的人物，道祖和其缥缈与超然，不出意外将会凌驾于仙之上。这位姑娘，我诚心实意邀请你来我们果灵府，只要你答应进我们果灵府，一切资源任你调用。来我们长乐殿，只要你来，你就是我们长乐殿之主。过分了吧诸位，这可是我们东丘宫的考核，诸位请回吧。不要这样，让他自己选择吧。一位道祖之姿，东丘宫能把握得住吗？还是让我长乐殿来吧。那个，可以让我说上一句话吗？尽管说，我们都在听。我还是就在东丘宫吧。好好好，你放心，我东丘宫内的一切资源都将砸到你一人身上，保证让你快速成长起来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就进行入门仪式，这是我们东丘之祖，我们东丘宫的弟子入门皆要跪拜我们的东丘之祖。可当西对着雕像跪拜下去，天空忽然电闪雷鸣，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东丘之祖的雕像应声崩碎。我东丘之祖也承受不起他的一拜吗？他究竟是什么存在？